五星红旗迎风飘，今天冻的不敢出了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今天我们准备把这个小鲳鱼做了。昨天看到很多朋友都说有红烧啊，还有煎着吃啊，还有什么清蒸啊，然后我们今天我最终决定还是红烧吧，因为红烧它能炖一些味道感觉，然后带点汤还能好吃。一会儿我媳妇下厨给她做了，今天做红烧鲳鱼。用煎一下不？我上网看好像不用啊。那你煎一下啊？不是，我用前面那个不是那个。行。小火慢炖，哎呦，这水太多了，炖反了。我感觉水好像也多哈。对啊。这碗肉薄，一炖就熟吧。嗯。咱尽量别和了，可没事。别看了啊。今天这个尝一尝这红烧的，还剩了一些，然后的话再尝一下，煎着吃，到时候就知道哪个好吃了。你哎呀，苞米圆圆的，苞米正开花呢。圆苞米，这会开花的花式。嗯，还有小鱼儿馒头、豆包、大馒头。嗯，啊，多好！你好像他的是。好像什么？他俩好像什么？反正你很像。嗯，看妈妈做的多好，太好喝了吧！炒鲳鱼做好了，就是没有香菜，有香菜放在上面就看着好看了。爸爸，哎，爸爸，嗯，爸爸，这小鱼儿好像是有点刺刺儿啊，这还能吃吗？不知道啊，给我看看。人家还有呢，没得了。苞米苞米啊，十个呢，十个。嗯，没找着吧，我就找着这几个。一半儿哈，来一个，真记着。那你说一半儿，太好吃。也没有撤呀。这是还是海里的鱼呀、啊？咱买那大鲤子还是不行。大鲤子，大鲤子，大鲤子现在大鲤子肉那样肉那种哈，这玩意儿味儿挺鲜亮。干嘛要拿我手呀？太好吃。他动是练的骨头，你帮一把。